每当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我就给孩子做这个发面肉盒子吃，皮薄馅大，孩子们也爱吃。刚出锅外皮脆脆的，把几张摞在一起回一下温，就是柔软劲道的，咬一口真是太香了。500克面粉中加5克盐，一包这高活性干酵母，它发面速度快而且比较稳定。350克温水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絮状，加30克食用油，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每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，喜欢您就点个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揉好的面团扣上盖子醒发30分钟，剁好的肉馅中加姜末、葱花，淋热油激发出香味，然后加盐、松鲜粉、十三香、生抽、老抽，搅拌均匀后再放入拌好的粉条碎，再次拌匀，馅就调好了。看一下，这面也发好了，全是密集的蜂窝眼。案板上抹点油，放上面团，不用揉面，简单整理一下，抻长后分成大小均匀的面积，取一个用手轻轻按扁，放上调好的肉馅，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就可以。全部包好后，取出第一个生胚，轻轻按成小饼，锅预热放入肉饼，烙至一面定型后翻面，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肉盒放凉了也不会硬，喜欢你也赶快做起来吧。